澳洲女导演 Jennifer Kent 执导的电影近日在悉尼电影节亮相。电影讲述年仅21岁的爱尔兰女仔在过去7年都服侍紧生性野蛮残暴的英国中尉，不但多次被人强暴，仲亲眼见到丈夫和仔仔惨死。伤心欲绝的她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报仇，誓要刀刃仇人。虽然放映会之后影评对这一部作品给予一致的好评，但是就有观众难抵女主角多番被蹂躏而中途离场。不过导演就指出，这些情节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事件，电影中的殖民统治时代每一日都在上演这些惨事。